我不知尚书大人有没有听过前朝开皇末年，代州标记将军的故事，请讲。这正所谓姻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 施主就是标记营王将军，将军当以慈悲为怀。同说，不坏我的好事。将军，你我都会惜命爱身，那鹿儿也一样，跟我们有何相异呢？所以我们不应当杀生。哪里来的不懂事的和尚？我不杀老虎，老虎也会吃掉这头鹿，还不如让我都给带了回去。 好歹捞个虎骨鹿茸，岂不是两全之美？此言差矣，世间众生自有本身的因缘果报，将军为什么要去横结恶缘呢？殊不知世间众生都为刀杖，莫不惜寿命，数己可为欲，误杀误行杖，并且杀生者受量短促，这一切莫不是为自己的现世、未来世造作怨不？ 好煞之人，虽夫为己人亡，亦不自安。如持戒之人单行独游，无所谓难。好大的口气！和尚，你要真无所谓难，就去摸摸老虎的脑袋。<笑>如果将军不杀生，可得无所谓，安乐无不。正所谓，我以无害于彼，故彼亦无害于我，亦是故无不为。疯子，要不是你拦着。 我今天就让这破什么将军尝尝，行了，就这鹿儿要紧。哼，下次再让我碰见你作恶，可就没这么容易走了。你看，安胎药的方子已经给了管家。从夫人的脉象上看，母女都很健康，不必多虑。 有劳，申仪，这一胎肯定是个闺女。经将军放心，以我这30多年的经验看，夫人这一胎肯定是个千金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将军请留步，一个月以后我再来。多谢，告辞。 看见了吗？是来讨债的。看来不用咱们操劳，这因果报应已然惩罚到了王家。这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哎，这王将军杀心太重，你帮不了他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贫僧可否到府中讨碗水喝？可以，请跟我来。
施主，家中是否有喜事啊？对呀，您怎么知道？我家老爷喜得千金，今儿晌午啊，城里的神医来看过了，确定是个千金。大师请上座，我这就去倒茶。陆叔，陆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阿弥陀佛，贺喜将军喜得千金。谢了，将军。贫僧有句话必须说，既然夫人肚子里怀着令千金，将军应当戒掉杀生，放弃田猎皮肉折恶欲。我王某带人围猎，乃是习兵之道，你一个和尚哪里懂得谋军之事？将军，这十不善业道中杀罪罪在处，五戒中杀戒亦罪在处，若人种种修诸福德而无不杀生戒，则无所益。虽在富贵处生，势力豪强而无寿命，谁受此乐？诸于罪宗杀罪最重，诸功德中不杀第一。将军，这是和尚的话太过深奥，王某人听不懂，若无他事，请和尚自便。将军乃是享受俸禄之人，为何杀害生命，使自己减寿减禄呢？就算不为自己想，也不要让自己造下的孽缘恶果报在子女身上。你说什么？少拿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来糊弄我！送客。我说过的吧，你也别多想了，这叫自作自受。一念转就能离苦得乐，世间人就是这样，愚痴。将军，产婆说。说什么？说夫人快不行了，您快想想办法。啊，这哎，将军，你还能不能记起那个和尚说的话？既然夫人肚子里怀着令千金，将军应当戒掉杀生。将军乃是享受俸禄之人，为何杀害生命，使自己减寿减禄呢？就算不为自己想，也不要让自己造下的孽缘恶果报在子女身上。我觉得和尚说的有道理，将军。苍天在上，日月为鉴，我王某从今以后不再杀生，如若再犯。咱闺女长得俊，人见人爱。闺女，来，爹爹抱。慢点儿。你说这孩子是怎么了？为了他，我把打猎都给戒了，可他连爹都没叫过。孩子小，跟你不亲，等他长大就好了。人不都说女儿是爹爹的小棉袄吗？时候你还笑得出来？老爷，你爹爹，爹爹，爹爹，哎，
爹，这是王爷赐的宝瓶。王爷赐的宝瓶也是物件，是物件就会坏。你们都别大惊小怪的，别吓着我的乖乖女儿。爹爹。爹，那些东西都是妹妹故意打碎的，您得好好管教她了。爹爹，东西都是身外物，妹妹是亲人，她这么小年纪懂什么？打碎些物件正常不过，你们别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。慢点，慢点，别摔着啊！兔子。明天咱们女儿就七岁了，时间可真快，再过七年就该说嫁人的事儿了。看你现在把她给宠的，到时候嫁出去，我看你舍不舍得。那就不嫁，她爹养得起。这是怎么了？兔子从洞里跑了。哎，别哭别哭，爹爹给你抓几只回来好吗？爹爹真好。将军，您等一下。什么事？将军，您可别忘了当年夫人生小姐的时候您起的誓。放心吧，鲁叔，就去抓些活的回来。呀，将军，您可别再造杀业。爹，又一只活的。差不多了，咱们回家。把活物都给妹妹带去。将军，出大事了。爹，附近三四条街都找遍了，没人看见妹妹。兔子从洞里跑了。你们赶紧带人去郊外仔细查询，你妹妹多半跑出去找小动物了。快！是。大哥，咱们出城有30多里地了，这么找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进山就这一条路，妹妹如果……你们都别动！妹妹，来，跟哥哥回家。快追！分两路包抄，驾！驾！驾！神情紊乱，像是中了邪，这病情是非我所能及呀。陆叔，差人去各个城门贴出告示。干什么的？救人。请问？什么都别问，救人可以，但我要笔墨纸砚。我这方子需用蛇、狼、獾、猞猁、黄鼠、刺猬、黄鼠狼、狐狸这8种动物的鲜血为药引，要是找不到，那可不好说了。如果找到呢？起死回生。将军，
这八种动物都能通灵，万万不可伤害。通灵才能救人呢。将军，陆叔，你就别说了。来人，就算把这座山踏平挖空，也要找到八大地仙。是。善根禁锢，亡师善道。让开！正所谓有慈悲者明一切智，施主为何执迷不悟，伤害生灵于己于他均无益。将军，那个术士不见了。别管他了，大师这边请。大师，这到底是何病因呢？小孩没病，是业力牵引的因果。他的前一世你杀害他，他成为你的冤家，恶因缘尽，这一世成为亲人女儿，却是来讨债的。请您一定要救救我的女儿。夫人请起。大师，你说我种下恶缘，可为什么儿子们没事？有恩有怨，怨亲不定，今世是怨，后世成亲。她难道不是我的女儿？是你的女儿。我愿用我的命来换女儿的命。将军，命是换不了的，善恶诸法是苦乐因缘，业力不亡，善恶必报。我种下的恶因，我来吃这恶果。施主打算一命换一命，但却不是真相。用贪着无欲之爱的恶鬼爱是不能化解这一段孽缘的，只能用法爱，即使怜悯众生，使人以善法爱护众生，由此使人消除恶法，最终得到解脱的正因。请大师指点迷津。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，其存亡费力无不是因果法则的体现。要解脱，须得以慈悲心化愿，一念慈悲，恒生善心，此事真解脱，修悲得解脱。我王某从今往后受持五戒，修十善，誓不杀生。跟我诵读：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。王将军因杀生招致冤家脱身女儿，女儿讨债之后入轮回道，至此王将军一家潜心持戒念佛，修息杀生获十种功德：一者与诸众生得无所谓，二者与诸众生得大慈心，三者断恶习气，四者少诸病恼为事决断，五者得寿命长，六者为非人护持，七者寤寐安稳，无诸噩梦；八者无诸怨仇；九者不畏恶道；十者身坏命，终得生善道。